那用君早安，我们再看说明书吧。已经组装好了呀。今天是睡到7点多的小泳裙，然后妈咪今天早上请假在家里陪君君，因为君君还在咳嗽。好啦，不要故意咳嗽。好啦，干嘛？这个是什么？要干嘛的？灯泡。灯泡。肖用群早安。我是万万兄弟。朋友圈的早餐，那个白馒头，上次跟波波爷爷去中秋晚会拿到的，等等，馒头，你有吗？我有，你有去吗？我没有啊，在等，因为妈咪那个时候还没有下班呢。然后配2杯饮料，哎呦！一杯牛奶，一杯苹果汁。我不要吃皮。哦，好。这皮太干了，可以剥吗？好，妈咪剥，还是你要自己剥？你帮我剥。嗯。小泳裙吃午餐。我们今天吃宝宝炖饭，还有昨天的虾虾炒蛋，肉肉。这得买的。什么东西是谁？这个肉肉这得买的。爷爷买的呀。这从哪里买的？好事多。烫。你可以先吃你的饭，你的蛋啊。烫了，烫了。那等它凉一凉。请帮我吹吹。好。开始。好，开始。你拿那么大块的肉肉啊？怎么样，烫吗？烫。嗯。阿群的晚餐：藜麦毛豆鲜虾宝宝饭，还有茭白笋炒肉丝，洋葱炒蛋，鸡腿。嗯、掉了。对哦，你没有围兜啊，你等叫婆婆来帮你弄围兜。嘴巴还有。细嚼慢咽。
吃猪有几种口味呢？两个。嗯，这个饭呢？你吃出几种口味？八种。八种啊？哪八种？快吃。我们是熊妈妈的围裙哦，你看，这是熊爸爸，熊妈妈带着小熊，他们要去，他们要出去玩玩，太冷了，他们要去公园玩玩呢、啊。你坐这边了。Yeah. 有一天，熊爸爸跟熊妈妈带着小熊，还有青蛙吧，他们要出去玩玩了。然后他们三个，他们四个要出去玩玩。然后有一个小女孩呢，就走进他们家了。为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她可能迷路了吧，然后就走进他们家了。然后走进小熊的家之后呢，她说，看到桌上有三碗汤，哦，这碗，嗯，太烫了。然后这碗呢？哦，这碗菜又太凉了。嗯，这碗刚刚好。然后看到三张椅子，又坐了一下，说：“嗯，这张椅子太硬了。”然后坐这张椅子又太软了。结果坐了一张小熊的椅子，哇，坐下去破掉了，熊熊的椅子坏掉了。然后看到三张床，他说：“这张床，太高了，爬不上去。”我这张床又太低了，不好睡。哇，这张床刚刚好，我们再上不去觉了。然后他们三个熊熊回来了，哎，熊爸爸说有人喝了我的汤哦。熊妈妈也说，有人喝了我的汤哦。对。啊，小熊说，我的汤被喝光光了。是谁喝的？就哭哭。是谁？是他。对啦，因为他肚子饿饿啊。谁来救他？不知道。就哭哭了。因为小女孩肚子饿饿，把小熊熊的汤喝完了。有人坐了我的椅子，有人坐了我的椅子，我的椅子被坐坏掉了。对呀、啊，怎么办？好笑。谁坐着？有人坐睡了我的床，有人睡了我的床，有人睡在我的床上。然后小熊看到好生气，把小女孩赶走，赶走，赶走。你的青蛙蛙了，青蛙蛙。哟，你刚刚在故事书里面有看到我吗？没有。我有出现在故事书里面呢。有。对呀。青蛙蛙。记得吗？记得。啊，那君君你要睡觉了，要跟我一起睡觉吗？好。那明天妈咪带你去婆婆家。要去亲子馆吗？应该不会吧。怎么？因为亲子馆，可能太远了。很远了。很远。非常远。啊，婆婆明天要带你去看医生，你的药要没了。因为你的药要吃完了，要把你的病看好，要再去看一次医生。再看很久吗？再看一下下。好了，小熊群晚安。看长虹的吗？您的出门。小熊群，我们要来练习刷牙。好，蛀牙蛀先粘好。
要小快一点嘞，可以吗？我小快小快。妈咪帮你好了，来妈咪，来你用。把它放到碗里面。